六个辫子真起针。在第一针引拔，第三个辫子针，在大洞里勾四个长针，未完成针。带线一次性穿过，再勾三个辫子针，继续在大洞里勾长针，未完成针。四针长针，未完成针，加三个锁针为一组，一共勾八组。八组花样完成后，在第一组花样上引拔，再在旁边的大洞里勾一个引拔针。接着立三个锁针，四个长针，未完成针。带线一次性穿过，再勾三个锁针，继续在这个洞里勾四个长针，未完成针加三个锁针。继续在每一个大洞里勾这样的花样。第三圈，在任意大洞里先立三个锁针，接着勾一个长针，继续在旁边大洞里勾两个长针。再在旁边大洞里勾两个长针，在第四个大洞里勾两个长针，加三个锁针，再加两个长针。这样三组的两个长针加一组两长针，加三锁针，再加两长针为一个花样，这一圈勾完。最后在第一针引拔，在旁边这个大洞里立三个锁针，
再勾一个长针，继续在后面的大洞中勾双长针。转角处大洞和上一圈相同，勾两个长针加三个锁针，再加两个长针。最后引拔。